要瘦一点要5块钱。啊，瘦一点。先瘦一点是吧？啊。好的。多少钱？30一份。等会儿给你烤一下。好。哎，这个人竟然拿微波炉给我加热。你不吃吗？吃一个吧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它这个肉就没有一块是从那个上面切出来的，就它就是直接已经预留好了。就是我觉得这个肉就跟那个我拍出来那个猪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它还是用微波炉加热的。哦，你干嘛吐出来？我有点不敢吃了。骚味。有猪骚味，我好怕。真的有猪骚味。这个30块呢？我感觉有猪骚味。有没有？有没有感觉到？还行吧，就正常味道啊。就是猪骚味，就是很正常的猪肉味。嗯，怎么说？没有旁边那个人说那么难吃了，我觉得一般般，还可以。哇哇，我这块特别骚。啊！不要买，不要买。Drops of sun remind me of the fields when we were young. I know how despair feels. I had enough. 现在吃的是这个喜洲古镇最出名的一碗粉，然后我点的是混打粉。混打粉，哇，这边的老板真的很会聊天。有，里面有豌豆粉、凉米线、凉面。我点的是中辣。吃一下。这个是豌豆粉。嗯。哇。哇。哇，好好吃，它很粘稠。是不是？嗯，我最喜欢吃这种很粘稠的东西了。哇。我这个是酸甜辣口的，哇，很棒。太酸了。给我一份呗。好。哎，我想要这个。这个要蟹口。这个下面有一个。哎呀，你们运气好，正好是刚刚出锅。哦，是吧？可以。很清淡。加了肉的葱油饼。怕辣不怕辣？一点点辣椒，有点不行。来吃一下爆浆豆腐。你有防抖功能吗？有啊。嗯，那就好。哇，好咸啊。很咸吗？那你要拌一拌，但是蛮好吃，好嫩啊。会很辣吗？还好。今天衣服真的很显你白耶。我白就白。对，是不是很嫩？嗯，对。它外面是炸的吗？烤的呀，你没看到它在烤吗？有点像那个豆腐，就是豆腐干。有点不想跟你吃了，你不要吃了。我本来就不想吃。我被你反将一军。我没有想到事情是这样的结尾。很好笑，我本来就不想吃。眼睛睁开一下嘛。礼貌吗？现在眼睛睁开一下。Gotta get the door, my sweetie birdie, and the track will burn. Gotta